走，搁蟹爽香。嗯，这么快，有一个。那你现在成串盆了，现在成串盆了。没有事，你不上门？没上门，这有钓鱼的平台的。不少。你是干壳的？哎，你不是干壳，一个平台的。我是有空了，有空了。今天几点起？呀，来这下棋，来这下棋都快，光这都快七十。我都喜欢这个，不然你这不来，来的时候我也说呀，都是啊，都是快没了，都吃饱了。哎，一天几个，我两个。我不搁这儿了，两三天坐一坐，坐。你坐，你坐，我坐。坐吧，你坐吧，你坐，我刚来了。坐。不坐，你坐，来接班吧，休息一下。你包我了，包我了啊！你包我，你先坐。一会儿上那儿。等你上那儿，我来。你坐吧。有更新的厂了，就不用这牌子啊！你啥？你准备好了？不用，那出门事儿。人家在这有俺们意思啊，不能这么看。这家伙都是这去了，都中着了，都中着了。我能走了。两根。再搞一个包。这个多一点了。这个多一点了。这个就两边大。这工拿给你打单。对的。生意不这样做啊！生意不这样，那是你没遇着真事，这就没法了，就是不能走了，走着呀，没有遇过着真当，遇过着真，这样走不沾光是吧？人家跑，人家都是跑在轰，马在前的，我这是就是跑在跟往前跑了，马在看报，人家马看报吓唬了，我砸过来一瓶橘子。最起码我的橘子高点，我的橘多出了一部分。也还有过来的，三个多了，咱去，咱再打过去好了。起码去三个。行了，咱不行，咱再打过去。这样不是太正规。这样都不正规吧？不是太正规。这脾气，他得俩病，你得俩病咋吃亏？我没吃着亏呢。俩都攻不动。而且这样我是后手，这样他狙没出来，我狙多走了一步，都躲不住，别人啥也没躲。攻那一张，我这也放不住。啊，没躲，没啥优势。你都没优势，都攻不动。哎，啥气？哎呀，俺那你的编组了？那压马了？啊？压马了？你的编组了？咋对编组不中？你分编组这马上？马上这跑不就大了？你搁哪上？他搁哪顶？这个哪？你搁这边上顶啊？跳马顶。高级多了，你面上要？啊？高级上台顶？啥顶？跳马。压着平台了。把那灯呗，灯把能打住了呀？打住是啥都没有。啊，让他把编组给你弄了。你打油板那个弄是吧？打油板那个弄，不弄他搞人家上马了的，搞那个鸡都不好，搞鸡又跟着落马。他一上，你把你先把重兵收了。就吃了，他把马吃了。啊，你上马中，那狗狗也吃了。我是跑马，你知道他吃吗？我是跑，他吃马。吃饱了，我跑一公路，家里面。他出去还捞着你呢，好。捞着你都跑到那看。挣的钱完都跑哪跑？不可能等吧，去了高兴等吧，反正也多弄个兵了。不行，那这个那我这不是多弄个兵吗？弄个兵吧，拿他妈手来。兵我也不打，我一吃饭他捞了我，吸了我了，他不是吸了我。先等你的话，再弄。
尿病不是吸了我那个还能干么事儿？就吃一会儿，再不干。啊，就是干这个再弄完就。干脆弄完。别管这不考虑别的了，这弄出来，他又下地的，成天这样吃。我这个下地的这样吃。那平安了。搁到这了，你想等就等嘛。我这平安要把橘子搁到那儿，祝你媳妇完了。搁到那儿，咱能记得把橘子给你吃呗。那搁那儿，搁那儿吃呗。这腿不腿到这？腿上泡给你套上了。套上是个橘子嘞。咋套橘子？搁后面泡吃的还咋？现在管都不中，不是？你把你的泡搁到耳朵不中？你直接你直接把泡进两步，进三步。啊，进两步也行。进三，你得走着泡。打响啊？哪泡？把炮打响，这直接打满了都，你还打啥响？他打完了吗？我都不会打他干嘛？他踩我，你得响了，哪有闹气？你打你给他分能弄响了多弄一个响？不打，再多。他打我吗？我打他吗？不打。你不踩了？踩不得响了。是不是给打了？把满打了。搁到哪多？再说你就往那一跳，他有闹气吗？往哪跳的着？往哪跳的是？是不是？这个还别管了，你去个地方了。你出来个下，都下不来。那就你就叫他就拿吧，你搁这打他也不好了。他跑不跑？跑。你要是拼不举中。啊，拼不举也中，是打住招也中。拼不举，举拼子错了，他只想打就打了。你要不就搁这。那呀，就是这样，举拼子错了。拼举。啊，举了拼子不拼子，吃完了。就你都要。要能喝气。喝气，人家才接兵的。目前你都是越说都没让那个。是不是啊？你做不中账，他一张吃马一中，吃平也行，多少都吃。我主要骗你俩兵。完全装好人不中。不是，他吃了你。你现在吃马呗，先吃马呗。打马呗。先炸他妈的，搁这做不打，打吗？打了，你要打他又不打。你不吃个纸啊？管他，他吃你，你有根儿就管他。回去啊，回去吧。啊，他打了你再打呗。他就把水管弄打了。他有根儿呢。他愿意吃你就吃嘛，我这样多久了？他打了你给他打了多了。他肯吃，你打一吃不了，还得吃回去。你打一吃着了吧？啊，你打，你吃着了，那没吃不了了。你打打啥一样？吃不了吃毛了。谁叫平局平局平局了？肯定过吧？他也平他妈回去了，肯定过了吧？那啥一样？他打一枪上了，打了都打了。不啥一样？啥一样？啥一样？不是打了都行了吧？打了他就不是捉不捉死了？咋捉死了？你搁这来，你搁这跑一躲，你跑躲他有捉呀？他有捉啥？他有捉？啊，啥一样打跑也不？你打跑都打跑不中？这你打跑都是打跑呀？啥一样直接打跑不中？啥一样啥的？啥一样？那你不啥意思一样？躲个人，他往那扭身，他又躲那个人，他捉不回去。你要给他给我捉回去了嘞？你对搁边儿打跑了，打不打？这是保险，他不打跑你马走了，你赶紧赶紧的，你咋抓回去？赶紧抓回去，那咋不抓回去？给你担心了的。我抓回去，我抓回去，抓回去还不还不？抓的肯定是多长个人啊？就多长个人啊？叫他抓回去不中了？赶紧抓回去了。对了，抓回去干嘛了？这回怎么弄好啊？再抓回去能等他了。所以等两等，他是个单炮，马炮加兵正好。马炮兵什么？回来就那样。那现在都回门了，现在都回门。郭建明，咱一个建明，正好一等不讲一回，等都给你等了。你往这儿来，往这儿来先不等了。往这儿来，他往这儿不行。保不住了，刘总兵。说等没有用，别等。谁？等那你不跑呀？等那你得回门。回不？先别跑，不跑。我也不跑，打他的兵，打他的总兵。你一回他蹬地抵着你，你啥气没？你做不会跑打他，他就放给我枪了。打的都快不中。看草吧，喊俺去看啥？他不是看草的，他是打马的。这是可以往前进的，往前进。不是你打着兵，他给能打你吗？不打不打不打。啊，就搁到那儿。那你他你站着打，他们打你了，打你能打赢？我给弄个枪跑了。啊，我觉得等你打挺好呗。他的目的很明确，不中了。他说中不中？那就导引枪，还要丢。他中毒他开不了了。导引枪跑导引枪都还要丢。都是导引枪，不中还要丢。那枪给他丢吗？啊，你中他也不敢攻了，你攻也是白攻。他攻掉了，伤伤是。这总兵很重要啊！那啊，兵一点做合兵都啊，都那合兵都过来了，那合兵。马跑弄不死的，不好弄。啊，那非得没有这兵都过来，对，没这兵都过来。搁那儿不干吗？搁这儿站个住了，你趴一下。上老家，上老家不给他。搁那儿，他能让你进来。要看能倒浆不倒浆好。哦，不倒浆，那一弄他就看着了。嗯，我不能叫他看着，没事。他不是。嘿嘿嘿。你把中心给丢可麻烦。你搁俩兵去了，弄错了。
你过俩兵没有用，你跑双兵的。那就是收获了。跑双兵少个人儿，这地也不重啊，那就重了。少个人儿呀。好，等吧，你也等吧。那别说了。等等。那平啊。再拍一部。那倒一点。那赶紧倒一点，赶紧跑吧。赶紧倒一点。我得寻找机会会给你拼。拼啥嘞？拼他俩好了，搁好了打来不及了。来不及，你倒羊呀？倒羊。不上羊了，上你家。那得啥玩意儿？你光卖了，你包卖了不？都能给他倒一下。不卖，行行，上上下已经整一遍了。大兵说：“兵正气动了，顶不到根，用不到气。”就过来了，你看，撑住，好跑，撑不住，好跑跑。他不叫我二道跳，啊，比你不叫我二道跳，啊，他主要是不叫我二道跳。这你可以分了，我也讲中了。现在讲，这慢慢呗。红这个猪，哎呦，弄一家大灯了，你红猪。真是，这当猪不当猪猪，当猪猪了。啊，他要分分量。早分跑挑奖班的猪打死了，你挑奖会小班的猪不打了，你奖过猪过去了，是不是有那些早分不？你挑了带着奖了，他赢一赢，你会马上。腿不好，腿不好啥的。腿不好，你搁到这儿，他将军吓死不好了，他那个坑了不好了。我没有胆。这随他的兵说，他对到庙前都不害怕，大将军吓了呀。他是大将军，不吓到院中了。大将军了，大吧？你大将军我就没能拿劲了，这。再提，他拿劲儿，小点将军，小点将军，咱们不能，咱们全了，打不赢，一直怕，你们怕。不讲，不吃这些。吃香。回去再想，不叫不香牛肉。哎，回去再想。那香高一点，那香。哦，这香起来。他将军，你太行。我想搞起来嘛，我完成了。哎呀，这个声音，我声音顶了。我这响一打那个响音没了。嗯。你要这样。再等会儿嘞，这也不等会儿。上一万，上一万，这听完响，你给我响，还叫我打。给到这，给打到这，给他打这。啊。我想上一万，打到这吧。这就死你。先给你，我想先到这吧，给他打了。小公司嘞。小班都是破公司，给他死也不了。啊，上响呗。他会公你的事。我想上你吧。啊，不会工，下就走了。那谁讲吧？没有想到了，没有想到了。下次把手滚，滚。哎，打哪点？他打了压住他的马是不能拍的。哎呀，那你压不着了。我压，他打着了，你把他枪干啥？那个是。我也不叫他去。我也不会叫你去了。你把老蒋进去就妥了。我老蒋我进去。嗯。那你进去我都不管你了，你这马是不能开了。我先去，专门都工作了，其他家都不走了。嗯。你光拍住了，你拍你的宝将，你接不接？啥呀？拍你的宝将。拍。可以转圈转走。你拍大他的响的，你滚。先拍着大的响。你挠着响的。再一拍，他就拍他。啊。啊，他站到你都挠着跑，急凶就拍。嗯。你不教你的马，不教马吃，你有啥气？啊，我管他一会儿就走了，他自己都跑了一会儿。他不走不中啊，他，哎，那公小吧，公小一会嘛。你这还要玩公的？那不公咋办呢？那会不公？你想？出来了。把炮抽回来。抽回来，抽回来，先走。哎，打工呀。他不能打工，你不抽回来是抽你那个啥，你供不了了。哎。你这香香，我的香灰，你把这抓来，搁到那后头，他妈那。你们这一会儿你挡他吧，你说。想弄啥意思？回他一枪。打兵了，就想来做打兵了，就看见他想干啥，你得调停了。打兵不要引擎。嗯。我这。哎呀，杨辉马上带着枪。啊，我都先跑了，你得知道他想干啥了，你都好办。回马才想。你要不要打个兵？啥？谁叫你叫你谁叫你打兵？打兵？打老兵了，这回应该打兵了。你打兵怕了，有马怕的。你那就是往里怕。
太贱了，讲了，再挑麻将，这个真不好办，往那边外边。你可不敢找你爹，爹了你的鞭子不掉。我这一挑，踩着你的胯，打着你的嘴，你中下吧？可不中啊！外头吧，兵基本上捞的差不多了，反正是了不是？哎，你回来打一股兵中呀？不中！哎呀，下午就上马一踩死，踩石头气坏，那个石头都踩踢不了都。你打兵打你的马来，你打不打？打兵，不愿意打。还有朝气，你跑了我了吗？那天你不跑，你跑那个，把俩死个了，你不踩？你踩俩死，踩俩死。人老子把边兵给你整了，边兵很关键，知道吧？边兵一整，红旗都没劲了。不整也没劲，俩都好根儿，这时候好多了。他还不能吗？攻不住，我搁这他要是他还要住。不是红旗住，红旗搁那会儿，你跑搁那会儿，红旗住搁啥干净？你走往那快一步，人家后边追跑。将军的，你是城市，你是往里头玩。我在拍照。啊，就是你拍一下呗，拍一下说天地了，他也要吃。盯着他，盯着他不打了点点点，他是叫啥呀？他回马打肚子。盯着他，你的肚子都掉了吧？是啊，都掉了。盯着我回马，你我拿肚子。哎呀，那他回马，他我也打他这肚子。那肚子错了，是我就想打他这肚子。啊，盯着他，打他肚子。那个怎么了？他打你的肚子，打他肚子，回你个死的。那一闹死你。他回个十，回个十。你这有操的多碍事，你这叫他。那工人不错，几个去那练了。工人不错，他现在想往训练。他已经上了去，他的工人工资高了。都弄完了，咱们这就不忙了。这还是入了你手、你可不是这样吧？都进不去，你非得上。压着上，压着也能够。为嘛也没下线啊？你是小富啊？那咋踩？让顶出去了，你会踩？是不是？你又不是个神经病。下马枪多好呢！会马枪是不是下线？下线在那踩兵，靠往那。这是压的这个下。踩兵，这是弄的这下的线吗？是不是？下线下来踩兵，再往那边弄浆了，一浆，这是弄死上的。这不得把村长给整了？你不看他弄啥了呀？这不是想城市讲你的意思？讲你不把弄死他？我一城市一讲起来，他要不他讲，哟，还能要命嘞？看见了没有？这可以。你会骂讲呗？你以后还会骂将来？骂将可没起。我先不说。会骂将的，总靠这一将把炮给他吃了，他还打将了。你会骂将军，你不会点香啊？点香会骂一将，不是还是踩炮？你看看你，你将炮都给他吃了，你还分香嘞？那你听我的，他肯定哪一步不会打。他下将就是会骂将，把炮给他吃了。你现在回马江的人怎么也不能下去呀、下去回马江不是还把炮拆了？回马江下老江，下老江回马江不是还把炮拆了？人家把炮都给吃了，还就不香了。哎呦，没空打，这没空打。那他只有下下不？我只有啥子都是把炮都给吃了。怎么没了跑了？你说，这个下线，这个下线，下线没了，下线没了，这可不好丢啊！要把炮也弄，那个炮还中了，炮也吃了，走啥子？他丢牌的意思，他呀，那太急，哎，让我出去了。他是这样弄的，对不对？他这边是红金柱，红金柱是红，红金柱两将，变了什么弄了？下不了，够成了。咱先下乡，先马明队一点。去那边下吧，去吧，咱这缺个人啊，那去那边吧。那边那边已经要下来，他没人玩呢，他俩不下，怎么下了？你是谁？